当你的亲生老母就是我，老幼婴。啊，你的老爸吼，当然嘛是冰寸。你够悲惨！妈，莫糊涂啊！你若是敢讲话，我就直接判死刑。永恩，拜托，你倒是敢讲，你当面敢讲啦！好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我即马算到三，进。永恩啊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。能，拜托我真正无想要死啦，拜托我会死会死，做有做要快报答你，好，好，好不好？进。三。等你。亲生老爸，当你的亲生老母就是我，老幼婴。啊，你的老爸吼，当然嘛是冰寸。你够悲惨！相公老实话，相公白贼话，麻烦两位即马伫我面头前当面对质。你敢知影？就因为你的自私，就因为你唔敢伫志良的面头前有担当，你害我今仔日险啊死在我家己亲生后生的手头呢！甲一番抗战，你还阁想要冤枉你？你有天良无你啊？我不是要甲你一个孙加讲一句话。志良，你若是相信我，你就莫阁问啊，对我来说。你才是安怎？你敢会相信伊？就是唔肯相信我。本来伊提起要我马上甲伊去病院做 DNA 的比对，我嘛感觉这个要求真准，嘛真实在。也毋过，我即马是替咱黄家，搁有你的面子在顾。万一伊无骗我，讲的全部拢是真实，安尼真相是会用台面。也毋过，一件家族丑闻，早早晚一定会让公开。所以我决定不要走这步，我选特别相信。伊讲那无唔对，今仔伊的下场，唔是生，就是死。妈，请你公布答案。志龙，你手机也袂用你卡落啦，啊若无你一个亲手杀死你家己的亲生老爸呢？安尼你也后悔一世人的含混一世人啦。玉英啊，拜托的啦，我就算我求你，你了甲讲好无？玉英啊，拜托我甲你跪啦，拜托你甲讲好无啦？无我真正会死嘞！妈，莫再糊涂啊！你若是敢唔讲话，我就直接判死刑。玉英，拜托，要是敢讲，你当面甲讲啦。好，拜托啦，拜托啦。我即马算到三，进。玉英啊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！能，拜托我真正无想要死啦，拜托我会死会死，做有做要快报答你，好，好，好不好？紧，三，等你。王爹，他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他是你的亲生老爸，他是你的亲生老爸，他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他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你连我个代志都还一摆讲，你真敢问？你讲迄个无人有诶，啊志龙是我诶后生，我是安怎袂用你认伊啦？啊，总无我食到遮侪下啊，我若无看恁家人哦，讲一个较歹听嘛，不然我若有一天将王抓起来，我连一个芳斗诶人都无，我真正死目诶毋愿开啦！你一个无良心诶人，你早都应该去死啊啦！你让志龙知影伊坐有安怎，伊倒来甲你相认。
你莫讲啊啦！你家己也毋想看卖咧？你靠前过一天做老爸责任，迄若毋是当初是我要甲你结去，我怀着志良嫁予冰村，我早就去予你爸甲志良提掉，你早就无存在啊！啊！卖讲我啦！哎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！啊，对对对，歹势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我这哦啊，真久无人客来啊！我若知影讲哦，今日今日当一家团圆哦，我早就甲咱变安清清气气啊！李大公医生怀疑讲你有内伤，叫你明仔载去复诊。我希望从明仔载开始，你伫厝会好好休困，莫死去又袂乱走，死去又袂乱讲话。啊，若无人讲你去往阿嫂的时阵，可能连我都无得救你。这钱才欠了你，有够你半年薪，别定不是这样。哎，其实你是用对一只手摕这张支票，钱摕去，你也是敢搁变鬼变怪，安尼效果一定是倒手摕，长倒手，正手摕，长正手。莫讲我甲我妈妈对你无情无义，刷来你若是用安安分分，有闲我甲我妈妈又过来看。再见。伊本来是掠准讲你知影新势了会介绍你，上无吼你加减会当予伊一点仔好处。哪知影讲你用这种态度咧对待伊啊？伊心肝内吼一定是真负责真不好。这件代志我拢还袂过，为什么你不要较早甲我讲？大将见笑台，我免咱讲会出去啊！搁再讲啦，那你知影这代志了后，搁会当怎做？你除了加烦恼以外，你心肝内加欠我分外，加拍歹咱母仔的感情，我来就安尼做。你讲那无唔对，亲像阮世荣这款老爸，我是无可能的。严哥，伊嘴若是还唔甜起来，安尼我的心事，黄平春早晚嘛一定会知影。其实平春早就知影，你唔是伊亲生后生啊。安怎讲？伊知影我唔是伊亲生后生，那咧为什么要立遗书，将伊的财产全部拢留给我？因为你唔知影，原来迄几张原来是伪造的。你讲唔对，迄几张无一定是伪造。恁家爸心肝这么凶，你害死恁老爸！你搁讲唔对，我姓袁，唔是姓吴平春，唔是我的老爸。明的，这杀人放火是看看的代志。搁再讲，我家己嘛做几啊十年阿母，伊嘛把你饲到这么大汉的，我唔准你安尼做。妈，你的心肝什么时阵变到这么啊自卑啊？吴冰春，伊敢真正爱你？恁两个敢真正有感情？莫戆啊啦！当年伊只是利用你，利用恁后头厝的钱来挽救因黄家的事业。恁这段婚姻只不过是一笔生理的交易。伊即摆娶婿，伊就表示伊的心内根本无你的存在。我毋是伊的亲生后生，我用脚踏虎想嘛知影。伊将来一定会将一切的物件拢交洪美华、黄志忠、佮黄志涵。咱母仔囝若是无赶紧把握机会，先下手为强，将来要后悔，就袂晚。